《修本草》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父亲疏采800余家，又考证诸家本草。《本草纲目》承前启后，集中国药物学之大成。之前，荞麦记录在《家右补助本草》当中，殊不知荞麦不止一种。苦荞和荞麦应分开记之。苦荞出南方，春社前后种植。 李时珍先生是第一个将苦荞和荞麦分裂条目的人。有些植物啊，性可入药，与我朝自海外传入。前朝本草未见有记录，亦当增补。玉蜀黍苗高3-4尺，6-7月开花成穗，如笔脉状。先生说的玉蜀黍，我们后世人也非常熟悉，但我们那会儿管它叫玉米。李时珍先生是第一个。 在《本草》书中对玉米详细记述的人，玉蜀黍可炸炒食之，炒钗白花如炒钗，糯谷之状。这种吃法我们也有，叫爆米花。父亲说：“医者贵在格物。”在《本草纲目》第19卷当中，李时珍先生还特别写道。 很多前人犯的错误原因都是盖为身家提审，为具纸上猜夺而已。因此，父亲跑定本草，尤为注重实地考察。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四川等地，都有李时珍先生寻医访药的足迹。哈哈哈！快快快快，找到仙草了！哈哈哈！ 这颗灵芝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哎、<呀>药商说服食了这个可以成仙，那你看我成仙了吗？那都是骗人的。这位大哥说的对，灵芝有一定的药性，但是它属于菌属可食者，和木耳属于同列。先生，药书上说吃了能成仙，啊，会改过来的。哈哈哈哈。 桃花开了，渐远，不要打扰父亲修书。好的，木匠。父亲考定本草，谬误者改之，如灵芝；宜缺者增补之，如三七。陈大哥，涂上此药，不出2日，就又能下场操练了。几位军士，请问。 你们使用的是何药物？此物是军中惯用的金疮药，名唤三七。这个三七可否借我一看？可以。三七又名金不换，可直具散血、定痛，治疗筋韧腱伤、跌扑胀疮。三七也是李时珍先生首次写入《本草》书中，后世应用极为广泛。在我们那个时代。 有一种专治跌打损伤的云南白药，就是用三七作为主原料制成的，汇集千家万物。父亲，您吃些吧。不用了。哎呀，来，老弟，咱们来喝一碗。大家快来喝，都喝点。来了。 喝了这汤啊，第二天挑货身上就有力气。几位兄弟，你们喝的是什么汤？哈哈，这是我们脚行的脚夫们常喝的玄花汤。您是看病的先生吧？是。来一碗。此物啊，可补损伤。好。玄花可否借我一看？拿去吧。谢了。 玄花，田野成嵌皆生，竹节延蔓。爷爷，父亲。玄花，五劳四损一经气。对，李时珍先生在《本草纲目》当中，对很多药物的记述，都是来源于真实的医案。
这位兄弟得了什么病？我们是采铅的矿丁，他在矿洞内劳作过久，中了铅毒。中毒之后有何症状？皮肤萎黄、腹胀、不能食。可这严重者呀，丧命也是有的。 夫君，为何心事重重？遇到一位矿丁中了铅毒，我没能把他救回来。医者有力所能及，有力所不能及，要保重身体，千万不要苛责自己。是，但是我可以把铅毒记下来，让人们知其害。 可以提前预防。家父记录铅器之毒，是为了让世人用其利，避其害。关注民生、民命，李时珍先生真乃大义啊！大千世界，物各有性。 性各有用，正纲分目，科学分类，开创先河。怀平生夙愿，查历代典籍，踏万水千山，穿风霜雨雪，历寒来暑往，守。 《本草纲目》终于写完了，父亲，写完了。 《本草纲目》
学完了。陪我玩了，是，爷爷以后就有空陪你玩了。来，哎，李兄，哦，哎呀，金掌柜，李兄，家父酒后多时了。哎，快快快，带我去看手稿，快请。父亲，书商到了。好，李老先生安好。金掌柜好。哎这是《本草纲目》啊，请先生一观，我看看，可否尽快的刻印出版？好，哎呀，《本草纲目》凡16部，52卷，近190万字。好书啊，巨著。金掌柜啊，何时可以开印出版啊？刻不了，刻不了。为何？为何？此书近190万字。坎坷工程浩大，秘书局本小力薄，我是有心相助，实在无能为力。那哪家书局可以呢？啊，父亲，金掌柜已是本地最大的书商了。那就是说，《本草纲目》坎坷无望了。李老先生啊，真刻不了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你怎么了？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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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历尽艰难，写成《本草纲目》，他早已把此书看作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。据说李时珍先生曾数次寻找书商刊刻《本草纲目》，均被拒绝。难，写书难，出书更难。父亲，父亲，我先扶您回去休息，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。金掌柜，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啊！若能得当世大儒王世贞王大人做的序，有可能出版。王大人乃当世文坛泰斗，家父与他素不相识，如何请他作序？若能得到王大人作序，就可以刊印出版。那当然，王大人的序业内会竞相出版。
父亲一生从不求人，花甲之年却要他不远千里去求一个素不相识之人。对于老先生而言，弯下腰求婿比挺直腰写书更难。父亲在时，他告诉我，做医者难，修本草更难。可是我却没有料到，看印本草比修本草还难。为自己，我一生不求人；为从医，我求过父亲三次。受国以受万民，受万民以受国。这次刊印《本草纲目》，是利益百姓、利益家国的。我千里求婿，很难啊。但是，又有何妨？身如逆流船，心比铁石坚，往复泉而至，至死不怕难。父亲，为了《本草纲目》，孩儿又要坐逆流之船了。李先生，乡亲们来看你了。乡亲们好，赵掌柜好。李先生，听说您出书遇到了难处，大家都想给您帮忙，尽一份心。对呀，李先生，这些年一直都是您在帮我们呀。当年我父亲没钱看病，也是您给看的。这是我们家欠您的诊费，您一定得收下。这些年您没少帮助药行同仁，您重修本草，我先预定几部放在铺子里用。我也要几部。我也要。我也要几部。我也要。我也要。我们都要。我也要。父老乡亲们，是真心领了，治病救人乃一家的本分，是真怎可受大家如此的恩惠。请大家放心，此一去，我一定把齐州百姓的期盼转告给王世贞王大人。再难，我也会把《本草纲目》看印出来。好，告辞了。
乡亲们，请回吧。